岩石出高徒啊。这人会去哪个核心呢？去上了，还行。有眼吗？他也可能是因为那个眼掉了，然后他才走，都有可能。这不抓一波吧。要送他。我移速比他快呀。这个一别交了，扎克上来找我也说不准。觉得中单还跟人打问号呢，他还在你打问号呢。给他吧。这 EZ 好像来了。哎，他给我蓝吃了。这鳄鱼没闪现。
但是死个有大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这下路交什么技能也不点。应该打龙去了。杀了吧，漂亮，我这波钱刚好够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阿克上活了，这石头人太慢了，算了，打超虫吧。第二件幽梦。鳄鱼来了。他这波不走的话，那死哥应该是在上反轮子。战斗力有点太高了。
你想打得动战神，那你就第二剑做塞维尔达呀。他说护甲装肯定是没有塞维尔达好。这派克和这金克斯完全就不是同一个量级的。Nice，我死不掉。这阿克上知道我位置，24。试一下。跳快了。跳得太近了。我抓他没那么自信，抓他那个E没那么自信，不太好打。
哎，你怎么拆掉了呀？早知道我装这个了。 Rampage. <音>可以点了呀，金克斯14级了。 感觉伤害好低呀。 他等级跟我一样啥？他等级还比我高。你看派克等级就知道了呀。他都是单吃的经验，我这把170刀。但是我这把等级其实，我虽然补刀少，但是我等级还可以。 21分钟能14级，很不错了。 有人大龙吗？ 赶紧结束！这一个大龙给我打残了。 22分钟14级属于正常。
不维护。哎呀，太猛了。没点订阅。